给我后的疲累够尖锐了吗？看我的吧，用温柔包覆，用所有人把枪拿给黄宇文，五分钟回去整装，开始动作。生命从来不觉得自己对谁该负责任，我再跟你做。太多虚伪情节的表面，模糊陌生的夜。被自己 K 到头，嗯，很痛吗？痛吧，有一点。那你妈知道这件事吗？我觉得她会想办法K 我们 K 回来。真渴了吗？来谈下吧，让我轻抚你安慰，伤害我后的疲累，够尖锐了吗？看我的。把枪拿给黄宇文，五分钟回去整装，开始动作。这天呢，就是在讲那个一群高中生的事情。那我觉得，其实对高中生来说，毕业典礼是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天，因为所有的爱恨情仇都很有可能从这一天会一笔勾销，那也有可能就是这样源绵流长下去。所以我觉得，在毕业典礼这天去处理一对好朋友的关系，我是觉得蛮有意思的。然后再当这首歌，它本来就在16年前。就是蛮多毕业典礼会放的音乐，对对对，16年前，十六年前，原来第十六届是因为16年前，对，十六届就是。我们刚才在讨论为什么是第十六届嘞？听说已经是 Ellie 甚至没有出生呢，所以16年前你刚出生，我们是11月发这首歌的，你出生了吗？你当时10个月大。我觉得那些一队的人很厉害，因为我是跟他们一起拍摄。然后他们每个动作都要做到90度，或是就有个特别的角度。然后我觉得那个角度很难拿捏，因为我自己做的话就是会有点歪掉，还有很多甩的动作，看起来很帅。我们做直角只会变咸蛋超人，他甚至不知道咸蛋超人是什么怪事。我有听过，哎呀，听过是不是？我有听说过，是一个做骨的动漫人物，奥特曼。被自己 K 到头，嗯，很痛，痛吧。有一点。那你妈知道这件事吗？我觉得她会想办法K 我们 K 回来。你尽量10点以后再跟她讲这件事，她比较不会记得。她好看我练那个一对，然后但是她那个时候有点微醉，所以她就一直她就一直跟我说她以前练过一对，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蛮崇拜她的，哦，她居然有练过一对。然后我隔天就问她说，哎，那你要不要就弄给我看啊？因为你不是说你以前有练过一对？她说。我没有啊，什么时候？他就自己在那乱讲。所以他现在不只是会失忆，甚至会捏造吗？天哪！对，但他还是会帮我看动作。他可能不够直的话，他就说：“哎，刚那个。”他就是会跟我讲。那妈妈有在你面前示范过吗？他也有90度吗？没有，他就是坐着。坐着。注意。Thank you.
Jane.